就是传说中的玉树临风、高大威猛的冲击送。不会是跟那个韩国帅哥一样的名字吧？就是跟那韩国帅哥一样的名字。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一个没心，一个没血、没泪、没义气、没外表的臭女人。3月4号起，每周六日晚间8点，必胜练习生。